即刻起辞去民主进步党主席一职。虽然中央执政很努力，但面对这样的结果，我们有许多需要深刻检讨的地方。我们没有突破现有的地方政治的结构，这些是我们在地方的经营跟人民的期待仍然有不小的差距。朋友，愿我宣布参选，到今天开票。